在33岁生日当天大方认爱合作锦绣未央的男主角罗晋假戏真做擦出爱火，让粉丝全都祝福。他23日晚上现身上海彩排活动前，因为赶时间加上塞车，选择亲自搭地铁前往，过程中却似乎不太懂该如何刷卡进站，拿着卡片研究许久，画面曝光再度引发一阵热议。唐嫣前往彩排前，因为赶时间又刚好堵车的关系，一下飞机并未选择专车接送，而是在粉丝的引导下亲自搭地铁前往。据媒体报道，过程中她似乎不太懂该怎么刷卡进站，拿着卡片猛看，研究了许久，最后仍顺利赶到彩排现场。唐嫣搭地铁呆萌模样曝光后，被粉丝称赞相当可爱，虽然引来部分网友调侃坐地铁都不会，却也有粉丝力挺她太多年没坐了，忘记了而已。他为了工作赶行程都是全国飞来飞去，在网上引发不少讨论。